看到了人世间啊，许许多多困难事多啊，不管是大自然的法则，这大自然的环境，或者是呢，在人世间的互动，或者是人人的心灵世界，的确呢，错综复杂，感觉到人啊，本来不就是那样简单吗？要写的字呢，也很简单，只是这样而已哦。在天地之间，却是嘛不一样的人生啊，差得很多啦。现在的印度呢，实在遭受到了这样的苦难呐、啊，这呢多种的灾情不断发生呐、啊，这就是三灾共业哦，那水灾、洪灾啦，东西，这还有呢，带出人的气候，还有呢，这个生态的变化，真正是在真苦了吼、哦。我们呐、啊，爱怎样看天下的大自然的不调和，而且呢，看到了多少灾情啊，不断的发生，多少人祸呢，不断的造成，难民、气候难民，或者是呢，战争难民，这经济难民，都是呢。很大批的难民在逃难中，在海上。Kondisi mereka ya tentu saja masih lemah banget ya Mbak, teman-teman, karena sudah 3 bulan di laut, jadi memang butuh penanganan cepat, apalagi ada anak-anak dan perempuan dewasa yang mungkin ini kita juga masih belum tahu juga kondisi mereka. 在海上里，小船是这样载浮载沉，大船呢也是同样，真的是哦，苦不堪，这叫做人心呐。我们要知福，知福人生，要多造福啊！要造福呢，才能平安。所以就是福气啊，有造福，才有这样的气氛笼罩的，让你有福气、平安呐、啊。在我们这样的这小小的一个岛屿里，可以过着平安日子。我们要戒慎虔诚，提高警觉，我们要好好的固守好平安。阿弥阿弥固守好平安，我一直在推述要培养呢，那就是爱心，爱心要完全的爱心，不是讲哦，爱心关钱俩定，爱心呢，爱心呐、啊，要庇护生命，爱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已经最近的讲，一张大大的嘴巴，吞食一秒钟多少生命？这大家人拢在听，我们的孩子呢，受到教育，他
他们呢也在积极推树，他们发挥智慧，一人拉一人。现在因为疫情非常严重，是因为人类贪食野味而造成的。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响应素食呢？当然可以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一人拉一人，如素救地球。好啊，谢谢。我们的孩子啊，推树，慈小，六年级，拿了成绩单来给我看。施工上人好，我们是第十九届的毕业生，我们做了一份礼物想要献给施工上人。这个礼物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响应素食的力量。虽然我们的发愿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小，但是只要凝聚起来，就如同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凑而成，力量会越来越大。而希望我们播种下这个善的种子，然后并且传播给大家，拯救这个地球。在这次的活动中，有13位同学生生世世如素，然后我们也募集到了36000餐的素食。之后我们也会更努力的邀请大家一同来响应素食救地球。孩子们，他们呢？密密麻麻的签字，他们就是一人签一人，已经呢，因安呢30000多餐数了，应该算500餐啦，就是38只鸡啦，1只猪啦，把这样的30000多餐呐，给计算起来。可以减少2700多架鸡啦，你想，这是用数字来讲哦，都有力量啊。我们不杀，我们不吃，它就不养，不养不杀，很自然培养出了人生活是用5谷杂粮可以活得很清净，每一顿吃饭不欠生命债。那那荤食啦，餐餐都在欠生命债。菩萨们不吃鱼肉，叫做素素食。这只跟他差两行，无吃鱼，无吃肉呢，定安尼呢，都完全身心干净，活生生的命啊，我们都放生了，叫放生功德、护生功德、爱护生命功德，总是呢，那那给用大地啦。多污染，所以人呐、造业，我点了供众生供业，就是这样供来的业啦，才会看到了人间这么多的灾难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救世，要救世间呐，要被净化空气啦，爱被净化地球啦。唯有一个虔诚的心，那虔诚的表现就是如素不杀，这就是最贴地。所以哦，期待大家我们来学习呢孩子的一人牵一人，安尼一个牵一个出来，那就是人人呐、都往造福有爱的人间，那我们的人间就会平安有福了。看到我们慈小孩子啊，都可爱呀、他们都是发愿的。这一届的毕业生53个，一起发愿要生生世世如素，来，生生世世如素，举手。这都是。那一天呐、来跟施工法官，真的很感动，不是无法度。
这么小的孩子都把他全家度，还有同学度，那全民度了，何况难呢？但愿我们的慈中也一样，我们的慈大慈科大期待也是这样，更期待所有的慈济人也如是，好吧？总而言之呢，这样的要求了，可能还要等待生生世世，期待人人呢换一个心念，生生世世心心念念如素哈，祝福感恩菩萨们爱的能量。